呢，少爷？快去叫如霜！少爷，去门口守着，把门关上，别让别人进来。啊，快去！好。如霜，小苏被催眠了，你快去帮他。其他事情稍后我再给你解释。啊，如霜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，但小苏被催眠的情况很危急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吃过你给他的药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虽然他已经吃过药丸，但是他在迷药环境里待的时间太长，又中了催眠术，所以脉象还是有些不稳定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来迟了。做进一步检查才知道。你得出去。什么事了，少爷？你的眼睛。我没事，你赶紧拿着我的令牌去趟民警署。去民警署干什么？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去临江，那家伙跑了。快去通知民警署，全程搜捕他。是。哦，还有，去通知蒋希文。快去。好。女儿啊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娘亲，娘亲，别离开我！你要好好的活着，活着。别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娘亲，娘亲，不要离开我！不要，娘亲。
你早就知道他是女人了。但我相信他一定有难言之隐。这些话等他醒来自己跟我说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我解释。这是镇定安神的药丸，如果下次再发生刚才这样的状况，就含一粒在他嘴里。裴大哥，你手怎么了？我帮你包扎一下吧。